这一球提出去打在中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两边野手突过去，最后是落地形成了安打，因此一个弹跳越过了全垒打墙，这是个场地的二垒安打。许继荣的近况很好，从选球开始，乐天桃园是不是下半季冠军了？对。那这个时候获得了四坏球保送，郭玉正上来投了六颗球。这球击出去打在了右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，右岸野手看起来就定位。那二垒上的跑者现在要往三垒这边来闯，没问题。许继荣的一个积极啊，也让他站到了三垒，比较高峰的一个状况。对，一垒上的跑者启动了，这个球击到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轻松回来，那一垒上的跑者通过二垒之后闯三垒没有问题，福来喜关键的安打，一个跑打的一个安打又形成一三垒安打出来喽！哇，终于是在这个主场的系列赛。这五天的一个比赛当中首支的安打出现，那弗莱西呢也恭喜他在中华职棒的第50支的安打达成了。可以看到在陈文杰这边呢是已经提前先起跑的状态，那也让他因为这一支的安打又跑上了三垒。那许继荣就因为有上三垒，回本垒就很轻松了。